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求这两个的极限值。首先我们看哈，你分子分母带进去哈，把负一带进去都是等于零的，所以这是零分之零的形式。所以哈，你要给它因式分解，把这个呢零点给它约掉。好，啊这个因式分解等于多少哈？这是一一二一嘛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负的正的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哈。x 减二，啊乘以呢 x 加一，那这样 x 加一的话就可以约掉了，哦零点就可以约掉了，就变成 limit 哈 ，x 趋近负一，哦 x 呢减二，这个叫负一带进去，哦变成呢负三，这样看这一题，这样二带进去就等于零，二带进去等于零。这可以因式分解，哦，这是 x 哈减二 ，s 平方，加上呢这个，哦，就 a 平方减 b 平方嘛，就 a 减 b 乘以 a 平方加 ab 就是2 x 啊，加 b 平方加四，然后呢这个哈，也可以因式分解，这是三一啊。这是二一六减一啊，哦，这是负的，这是正的，哦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三 x 哈，加一乘以 x 减二，哦，那 x 等于二那个零点哈，这个就可以约掉了，约掉以后就变成 limit 哈 ，x 趋近于二。然后这个是 s 平方加上2 x 加四，八分之三 x 加一。好，那这样 x 就可以带2了。带2的话，这四加四加四，啊，带2下去的话是6加一，所以这是12分之七，这是12分之七啊。